这里是2020台湾灯会天主教灯区。今年我们天主教参加这个灯会的主题是以去年刚落成的静宜大学主顾圣母堂为我们的主灯。静宜大学的主顾圣母堂的设计的主题就是拥抱世界，万众归一。那圣堂的外形就是一个竹笋，那竹壳互相的包覆，象征的互爱包容。那我们圣堂里面，我们设计一个特殊的灯，有不同的元素的图案，那象征天主的爱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圣神的爱在我们内心里面。那我们唯有活出这份信仰，让天主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互爱包容。那特别最近我们全世界都是为了这个新冠状肺炎的，大家在恐慌里面我们更需要有天主的爱的恩宠，天主的平安天主的给我们的信望爱，我们彼此包容互爱我们才能够来克服这样的困难。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观这个灯会那也藉由大家的祈祷，我们希望这次的肺炎的病疫情能够早日得到平息然后大家也能够得到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互助互爱，得到真正的平安在天主内我们互相包容，我们拥抱世界，我们万众归一。2020台湾灯会天主教灯区欢迎您上。